关门大桥，这边是门司港，这边是下关。哇，一望无际，这才是度假。凯凯，你看，哇，棒！这大船，他也是来了，对，他要穿过来，看到了吗？拍到港了，哈。鲷鱼烧，各个什么口味？红豆蟹。你要吃吗？要。哇，你要寄信吗？要。关门海峡的赤尖神宫真的好美，后面的一望无际大。感动了吧？哇，那个好可爱哦，小书包的。对，小朋友玉手，保平安的。给小朋友买一个玉手，保平安。好多人排哦，限定的海鲜冻。看起来好新鲜哦。好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他刚刚是说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好，哇，看起来真超好吃的，好新鲜哦。好，我们等下来点一个这个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可以买吗？扇贝，等一下我们来看，然后
这个好多人。哦，这个生鱼片、寿司、握寿司。哇，看起来超好吃，是超好吃，超大的，而且很划算哦。好，我们去旁边吃吧。哇，他们是在后面直接新鲜直送，好多人哦。哇，全品半额，现在是半价、啊。想说这家怎么那么多人？好，我们现在来买我们的午餐喽。哇，刚刚大排队的寿司，是不是看起来超好吃的？而且它是全面半额。这样多少钱？这样子是1200日币，1200日币吧。是1200、1200。的午餐时间配的这个海景，这一盒寿司只要1200日币，超新鲜的，我要来先来吃吃看喽。开动，扇贝，还有海螺，海螺放青海，传说中的浮豚，丢丢的。这么大的螃蟹，猜猜看要多少钱？台币100元。当然，大家很实惠啊。可爱的小章鱼，日币200元。好可爱哦、喔！换你，钱老师，还有炸鱼是吧？炸鱼，大虾也是200。哦，大虾也200。大虾。然后这个牡蛎是3颗400，有3颗400元，其实还蛮大颗的。完全就是拍日剧嘛！好美的角岛大桥。Thank you.
山口县一日游觉得非常的推荐，因为风景很美丽。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展开我们在 Hiroshima 的行程。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我们到饭店了，哇，房间真的很舒服。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待三个晚上，整个是极简的风格。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开运饭池了。对，最高的地方。